大家好，我们是东京走的桥，我是包博，我是文。我们今天来到藏前，要来吃一家叫做 Camera 的咖啡店。我现在在藏前的一家文青咖啡店叫 Camera， 然后这家店除了装潢很漂亮之外呢，它还有复合的店，就是店里面有卖皮革。我喜欢这家店啊，虽然餐具很简洁，但是它那个蓝色的那个吸管有点小巧思。这个是 cheese 厚片吐司，还有那个台湾比较少见的 spam 玉饭团。哇，这 cheese 很浓厚，然后上面感觉还要撒一点黑胡椒，然后这下面呢是蛋哦。它的吐司啊烤得非常非常的酥脆，然后再加上那个浓浓的 cheese 啊，哇，真的是绝配，好好吃哦。这是我点的汉堡三明治的套餐，还有附一碗汤哦。喝一下这个汤吧，哦，好浓稠哦，像粥一样，我觉得。这个汤啊，喝起来还蛮温润的，然后它是有很多蔬菜的泥在里面，还蛮特别的。吃一下这汉堡吧，你看它的汉堡肉超饱满，都要爆出来了。它的汉堡肉啊，非常的饱满，然后又有点湿润，配上这个蛋，然后还有生菜跟那个吐司啊，吃起来活力满点。那我们来试看这个 spam 的欧尼比吧。这个 spam 的欧尼比啊，层次非常的丰富，然后有加了红豆的赤饭，然后这个是海苔，然后就是甜甜的玉子烧，然后上面的 spam， 它整个融合起来，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吃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位在藏前的文青咖啡店 Camera 文之文，包博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